手游酷玩。气球僵尸，下面你来回答一下，顺时针是哪个方向啊？顺时针，左边旋转，不对，是右边旋转。到底是左还是右？用你的手指来演示一下给我看。我觉得顺时针应该是这样。不对，错了。是这样，不是，是这样，不对。气球僵尸，你到底比划的是哪边呢？我都要被你弄晕了。给我到操场上顺时针跑十圈，跑错了罚你20圈。跳舞僵尸，快把你的手表借给我。谢谢。这回有了手表，就知道顺时针是哪个方向了。为什么是电子表啊？痛点。顺时针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